杏色的话就是更百搭的颜色。我那时候就是人家会问说这个会不会痛，它是完全不会痛哦，因为它这个是软垫，它前面它这个皮革的话它是软的，软皮革，然后有扣环的，然后它这个下面的部分也是做软垫，所以穿起来很舒服。补货真的是靠它，能穿这种东西补货是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。对对，因为像这种尖头大家都会认定说哦它很痛，可是它这个完全不会。杏色很美，对，它底是软的，它的底是软的，你看我还可以这样凹，就代表说它是真的还蛮软的，超好看的。这双的话大家也蛮多的，就黑色的话大家也有买，因为是黑色的话黑杏都属于比较百搭款，因为它你看它是那种尖头，我觉得尖头穿起来都比较脚比较细，而且呢它这个啊，它就是你脚板比较厚的人，它这个它有这痕，就是这痕就怎么讲啊，这个就是有一个扣带的这边，这个设计它会感觉你的脚会比较瘦一点，